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 Mina。 今天呢，继续带大家在加州的山谷湖城市来参观新房样板房。那我们今天参观的这个户型呢，是 Tegan 为 Richmond 建的 Vancouver 小区。那这个户型啊，为五房三卫，那是三车库的设计，双层的别墅哦。那这边的物业费呢是137块每个月，城建税呢是3000多块每年，然后地税是1.13%。这边的小区设施呢非常的完善，有游泳池啊、公园呐、还有小孩子的娱乐区域啊等等，还有一个3000多尺的社区活动中心。山谷湖啊，我称它为小森林湖。那么这边的房子呢都很大很新，建商呢近年来都在这个城市开发发展，那这边呢是很不错的投资机会，感兴趣的小伙伴一定要联系我了，我的联系方式呢会放在屏幕上。
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订阅、点赞、转发、加评论哦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，拜拜。